今天我们农场啊来了一批做农业非常牛的大咖，然后我们准备在一起筹备干一件大事，现在我们去迎接他们。然后准备去加工业。现在我们已经接到这些大佬了啊，现在我们在园区里转一下。我们今天晚上在里面也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比较特色的一些菜。这就是我们的百香果基地啊，现在已经快熟了。哇！菜要及时清点，及时对于农业生产灾害进行。这个颜色不对，太青了，还不黄。哎呀，不吃了，暂时晚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就是开春噻。对对对，井水或者河水，然后过滤了以后才进到这个池子的。我听说全网抖音涉及到这么大的一个项目，我们有很多个项目。我也是把我产品做，不是我的端口。啊，明白明白。只不过是你是把它叫我也是把我产品做好了之后，你以为你要得。八八堰、杀猪堰、生态链，升级的自然叫官员。是化发射以后的残骸，它这个点燃技术解了谜，但是还是要用这个它能够完成的保存这么好。那大家能够看得到起它的这个每一个火点，我们上面它拿下山或者拿上车去走，那边的同学是不行的，我应该没问题。其他朋友的比如说，但是如果我们正常刚开始我们想停，今天是八月，我觉得这样子呢，可能这个事情才会经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。现在我们这个大会的话，就正在筹备啊，是一个协会，就是产销对接。今天也来了很多农场，他们都是在做有机生态的这些农产品，包括这个梨啊，新疆的带过来的，特别的好吃。后期的话，我们会把这些产品啊整合到一起，然后产销一体化。现在正在聊，今天晚上我们就简简单单准备了几份啊，这个大的柴火鸡，你们先吃。哇塞！就还准备了我们的香肠腊肉啊。如何建立信任？通过诉讼有权，让消费者来监督我们生产，然后生产完了帮他们生产，给他们。大家都消费者不认，我来从市场的上消费者角度来考虑，晓得不？这第一就是要建立一个信任，二大家要合理去推一个品牌，不是你每个人做个品牌，说实话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面。我就提这两点嘛，反正今天我们要做一些事情。